是谁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做客。This is my second week on tea. Third week first month. Six, seven, 14, 17, 20, 24. 今天拜访的是女跨男的跨性别男性邓涵文和他的家人。This is my second year on tea.韩文进行荷尔蒙置换疗法 HRT， 也就是施打雄性荷尔蒙的疗程，已经第三年了。因为我以前是超级光滑的那一种，所以现在就有毛了这样。我现在有时候会这样玩自己的手。好了，那又过去了一周之后。David 邓涵文，26岁，平常在旅行社做行销企划，同时也经营自媒体聊跨性别大小事。自称公开大出柜的他，衣柜却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是就是骄傲的客家人，我衣服这里面的衣服大概很多都是怎么穿了五六年之类的，我觉得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韩文想邀请谁来吃饭呢？林雨熙、陈芳宇，我觉得是很有趣，要很做自己的人。我想邀请施明帅，就是他就是很帅，然后就是一个很赞的演员这样。妈妈刘美珠，幼儿园老师。他的性别知识都是从儿子那边学习来的。这个是何韵诗，我就看到他就觉得像看到涵涵一样，因为他个性啊，然后头发啊，然后独立感啊。阿诗你要来哟，你嗨。除了何韵诗，他还想找谁来吃饭呢？余文文很有个性，然后他吉他弹得很好听。爸爸邓志祥目前是艺人作业的塑胶零件加工商，整个家里都是他的办公室。他打扫了一个礼拜前来就熟悉这样。我刚进来的时候觉得 surprise， 你知道什么时候地板这么空啊？原来地板长这样。因为堆的都是我的东西啊，都是一些货啊什么的，很多就已经就先搬到楼上。爸爸会想邀请谁呢？浩子。我觉得他也是很能做自己、很真诚的艺人啊，清风啊，他写的词很棒。韩文上大学后，家里还多了一个女儿妞妞。在嘉宾上门之前，先来认识他们的故事吧。要去看内分泌以及新陈代谢科。韩文施打雄性荷尔蒙三年了，目前每三个月要固定回诊。前一个礼拜有去抽血，然后这一次就回来看报告，这样看我代谢状况，还有我的一些身体健康。台湾的跨性别者目前得做性别重置手术，才能更改证件上的性别。韩文没动手术，只好先在健保卡上费点心思。贴纸是热线做的，热线有做就是一款，然后它上面有请叫我先生、请叫我小姐，然后还有叫我名字就好之类，然后不用加称谓之类的，也不一定是跨性别啊。如果你不喜欢被叫先生、小姐，或是你想要就是直接称名字就好，也可以用。今天有拿注射的部分荷尔蒙，有针筒跟荷尔蒙，然后要拿降胆固醇的药，然后还有我现在在吃长毛的药。医生们面对来看诊的跨性别者，似乎也会在一些小细节上尽量减低他们的不安。我在回诊的单子上面，每次来这个医生，他都会在女那边就会把它涂掉或者化掉。对，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跟就护理师之间的小小暗号这样。就是，这是裙子跟洋装。
然后就逼我穿那个，我说我不要穿那个，我要穿这个，我要穿就是王子的，但他说不行，你如果要穿这个话，你就要穿那个洋装，你才可以穿这个。我应该没有说不行，一定有，不然我不可能会妥协穿那个裙子。我记得有这件事情，就是交换条件这件事，我记得。你这个笑得比较开心，比王子还开心。OK， 好哦。韩文从小不爱典型的女孩打扮和女性特征，这种违和感一直跟着她到了大学。我一直对于被当成女生这件事情很反感，然后对于我想要跟其他的男同学一起出去玩，或者是再更大一点青春期的时候，我不喜欢自己身体女性的特征等等的，所以就是这些东西是慢慢的累加，慢慢的累加。长胸部这件事情跟月经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人生中最崩溃的两大事件。韩文的爸爸志祥很早就感觉到韩文跟其他女生不一样，当时他以为韩文是同志，不过志祥并不觉得同志有什么好奇怪，因为他的一位高中好友也是同志。他没有特别的讲说他就是喜欢男生或怎么样，他就是同志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就是表现出来就是对一些帅哥啊他会特别在意啊，我也不会说很排斥啊你就是同志，我觉得很奇怪，这样子也不会，就是相处得很自然。欸，他有追过你？你那时候也很熟？没有啦。他喜欢高高帅帅。另外一个同学。我虽然帅，但是我不高。好，来，我们下一本。你以前是不是有一个闺蜜？谁？闺蜜。高中女生。闺蜜。是要追你？追我？有吗？OK， 我们是一个 LGBTQ， 我们这个家庭非常的前卫。我不知道，他很体贴，他就帮忙做什么事，帮忙做什么，然后就会那种嘘寒问暖的，他说你早上吃了没有？因为我们两个离得最近，所以我们假日都会出去，就我会去他们家这样子，对，然后就很好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知道我结婚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很生气我结婚的，因为他一直觉得我会跟他在一起。Oh my god！ 可我们那时候不懂什么是，只知道说我们很好这样子，然后他有很多的女生朋友这样。你观念里面还没有两个女生在一起这件事情。韩文以前也以为自己就是女同志，直到他上了大学，发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上大学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跨性别，才知道有这个族群，然后才知道有平胸手术等等，所以我那个时候才觉得说，哦，原来我就是一个跨性别者，原来我一直觉得不舒服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性别认同是一个男生。当我找到这方面的资料的时候，其实是觉得怎么讲，原来我不是这么奇怪的人，因为在小时候，我只会觉得说，好像全世界只有我自己是这样子。当时还没满二十岁的韩文，想动平胸手术需要经过家长同意。人在外地念书的他，用 LINE 写了超长的讯息跟爸妈出柜，爸妈却看得一头雾水。因为已经超出我的范围了，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对，所以我就不懂，就是同志跟跨性别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对，那时候就比较疑问的是这个，当下没有说先接受，然后就是我就是先去找资料，就网路找啊，马上看啊，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跨性别，我要先了解我才能跟他好好的说明。我自责的是后面的时候才开始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因为那时候爸爸是长子嘛，又是长孙，所以我希望如果第一个是男生的话就会比较好过。以前黄历书会有写那个年龄，然后什么时候有就会比较容易有男生或是女生这样子，我去找那个时间，所以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然后才变成这样子？这件事情就很深的自责。就是回来之后就有面对面聊天，就变成他们开始提问，就说哦，就是哦。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有没有去看医生，你有没有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就是一个像是解惑的一个现场。韩文抛了个震撼弹，
想不到爸妈的回应也很惊人。接受了，啊，他都要做了，不然怎么办？我叫他不要做也不可能啊。他一直都是想要做的事情，他就会都已经策划好，都准备好了，都已经笃定他要做了。他告诉我们只是一个结果，我们不能改变什么。美珠和志祥从韩文想改变身体特征开始，便一直支持着韩文。有一部分的原因其实是担心失去。你如果不接受不支持他，那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了。不会不支持啦，但是那个都那种想法都会在脑海里面跑过一遍嘛。而还有电影啊，虐子啊，那同志的电影啊，看到也很多那种跟家里的冲突，可以想象得到的啦。等一下我妈看到这个就说怎么这样折衣服，她是有一些要求，就是要工工整整的那一种，应该还是黑色跟白色最多了，就是最干净最安全的颜色，反正黑色显瘦嘛。哎，这件是有故事的哦，是之前我在热线的感恩会的时候主持，然后我就穿这件裤子，这样子 的穿着的想法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就是跨男就是跨性别好像是会非常的性别刻板印象，就是好像跨男生就要很阳刚，然后要有大肌肉什么的，然后是不可以有一些比较阴柔的气质的，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跨性别是疯狂的制造刻板印象的。但我觉得对我自己而言啦，我可以很有自信，然后很拥抱自己的女性特质。托运的部分限重23公斤，这个再帮我们多注意一下。 OK。韩文目前在旅行社担任行销企划，需要时也得跟团出国。这一天他正忙着联系下周要出团到加拿大的客人们。单就我去这些景点什么的是爽的，只是讲到要工作，因为要比客人还要早起，然后比他们还要晚睡，然后每天都很紧绷的状态，不是真的不是出去玩然后看风景什么的，对吧？他终究还是一个工作。我是因为我本来就想要当领队，所以抱怨归抱怨啦，但是反正每一个工作都有累的地方。这份工作是韩文进行荷尔蒙治疗 HRT 之后第二年才开始的。由于身份证上的性别没有更改，应征工作时他向公司提到跨性别身份。虽然大家都很友善，但即使出柜了也不见得会被当成一般男性对待。在职场上，韩文偶尔会出现类似的感慨。因为客人他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 couple 或是一对一对的，那如果今天假如说今天是一个只有一个男生来参加的时候，那工作人员如果是男生的话就会跟他配房，就会跟他一起睡。可是我现在的状态就是不管是客人还是领队什么的工作人员 whatever， 我永远都是一个人自己一间。某种程度也是我就是被当成跟一般的男生不一样的人。这是要洗的衣服。对啊，也太神奇了吧！因为我要放洗衣袋啊。啊，你一团它会皱皱的，而且会全部缠在一起。你这样不是折在里面都洗不到？它会散开来啦，里面会洗到，好不好？那干嘛还要折？对啊。但一开始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折的话，它会那个啊，它会整个卷在一起。好了，算了。不可能 judge 来宾怎么洗衣服，关你什么事啊？奇怪。不过韩文龟毛的生活习惯倒是没有因此改变。老家在中立的韩文目前和两位室友在新北市租屋，他们都见证了韩文进行荷尔蒙治疗这三年的变化。我跟他是大学同学，他是我的那个时候的公司的同事，前同事。对，因为我要来住之前就有听他说，然后就是说，他要接受荷尔蒙治疗这样子，他就问我说，会不会介意或什么的？但我就觉得，没差，应该不会。我还说，我说这个问你问题啊，我说会怎么样吗？我说，他说那会怎么样？他会怎么可能就是爆炸发狂或什么之类的？但他好像就是也觉得好像应该不会怎么样。自从女子宿舍的成员性别有些变动，室友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你要丢卫生棉问他。不会，还真不会。为什么要尴尬？
你们会不会特别就是请他做一些劳力的事情？完全，哎，会耶。那个，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功能，非常棒的功能。那时候真的太重，就那个飞轮，我就说你怎么说要回来？就是回来吗？我说会啊，不要。然后就说，欸、我要帮我搬，我就说可以帮我搬。我觉得就是力气可能有大一点点，因为以前没办法搬的东西，然后哎、欸，其实好像可以搬的。那你跟我们做有什么困扰？就觉得就有点别扭，就是你不能释放自己的时候。不能在家裸上身啊！哦，那你从今天开始，每天确定哦，习惯就好了。韩文出了跨性别的柜子之后，爸妈都怎么调适心情呢？因为韩寒的，我才有特别写这个东西。自从他有 podcast 以后，我们就会比较多的采访啊。我想说把它特别的记录下来。我光想到人家觉得说他是怪物，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今天拜访的是跨男 Devon 邓韩文和他的家人。韩文通常每两周会回老家一趟，虽然离车站只要5分钟的车程，每次回来几乎都是爸爸亲自接送。大部分会来接他啦。啊，有时候新天气好，他会自己回去，或是他骑 U-bike 回去。我如果在台北的话，我就是有事情要做，然后要忙，或是有其他活动。啊，如果回来家里就代表没有事情要忙，所以我就可以好好的看剧。我是很 enjoy 在看剧、看电影的这件事情。小气拔辣的。那个是什么浪漫什么的那个？韩文回老家就是他彻底放假的时间，最常跟爸妈窝在电视机前面看影片，唯独一个平台他不太想打开。所以我回来都不喜欢看 YouTube， 因为怎么会有我自己的频道，我就觉得很羞耻。因为我觉得就是 YouTube 上面讲的东西是我的另外一个面向的我的感觉，然后如果他们看的话，就会这好像不是他平常认识的。要订阅小铃铛。我这边一个账号看，楼上一个账号看，然后手机一个账号看。我每次100多个。光看这个名字，就再来一个。要细一点的呀。妈妈美珠的娘家就在附近，每个周六也是全家固定团聚的日子。今天我煮菜，煮素菜。我们这里做酵，原酵，所以要吃素。我就是负责洗菜、切菜，然后洗碗这样。因为那种要炒菜，那需要技巧，我做不来。美珠的四个兄弟姐妹会轮流煮饭，但今天轮班的她只炒了一道高丽菜。因为平常我们都吃荤的嘛，素的我们就比较不会煮，怕煮了以后不好吃，剩下很多就不好饭了，就用外面订的。我们每个礼拜六，然后就轮流煮饭。如果这礼拜有家里有事情的话，我可能是如果这礼拜是我煮，我可能就跟姐姐或跟哥哥换，由他们来煮，可以请假，然后可以换班。很自由的跳脚，很自由的啦。阿公阿婆不会请假，他们一直都在这。我要请去哪里呢？他比较会煮，这个还大的比较不会煮。然后还老大，他煮哦又怕太油，又怕太咸，所以煮的味道我们老人家比较不喜欢了。妈妈每个都咸，他最会咸是嫌我们穿着，我们还是过我们自己的。餐桌上大家不会特别询问韩文的近况，但他没回家的周末，家人们就会默默的关心。阿婆会讲说，韩最近声音怎么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比较像男生的声音，很粗的声音。我说对，因为他像做那个他打针以后，就是声音会变比较像男生。然后说他最近好像脸上长很多痘痘。我说对，那是他的就是转变期。韩文从小是由阿公阿婆带大的，担心长辈难以接受韩文的跨性别身份与身体变化，
爸爸志祥花了很多时间沟通。长辈的话就用试探性的方式，可能找一段影片啊，就是有些女生她会想要变成男生，或者有些女生会喜欢女生啊，哎，这样子，那这样子开始聊啊，聊一聊，聊一聊，才开始讲到说邓涵文他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就开始讲下去这样子。那还好，庆幸是阿婆虽然难过不开心，但是也是一下子而已啦。跨性别者出柜有自己的关卡要面对，跨爸妈要出柜也同样不容易。总把家人摆第一的妈妈美珠，一路以来都靠写日记来抒发心情。绿色的是我们家三个人的，那如果是蓝色就是我妈妈家的，那红色是去婆家的。比较特别，像生日的时候啊，或是车子有什么样啊，然后打疫苗啊，后面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这好处就是如果忘记去年送礼送什么，就可以翻这个。因为韩寒的我才有特别写这个东西。自从他有 Podcast 以后，我们就会比较多的采访啊，我想说把它特别的记录下来。这是日记本，常年下来的日记本，一本一年。这些日记是美珠从韩文出生那年开始记录的，每年一本。自从韩文上大学之后，日记本就越来越厚了。然后韩寒还有参加那个总统的会面，有去聊天，他是吃饭的时候才跟我们讲。我说你等一下去哪里？他说我要去吃饭。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跟总统吃饭。我说总统，蔡总统。他说对啊，不然你要哪个总统？就觉得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不是我唠叨。他不问他就不说，因为每一天就一页。我有一个怪癖，就是我一定要把那一行填满，所以后面如果还有差一两个字的话，我就用这个知乎野子中带过去，或者是后面写个英文 good yeah happy， 就是这样把它结束。因为我觉得这很花时间，所以在中午小朋友睡觉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想，哎，这两天发生什么事。我很生气的时候会把它写下来，然后有很开心的也会写，就是抒发啦。我最担心他没有朋友，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可以真的像以前他那个前女友这样子支持他的人。那我很希望韩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让他诉苦也好，然后聊心事也好的对象。我没有需要抒发啦，反正什么事都平常心就好了。有啦，大概看一下电视这样子，可能也是用抒发，就摊在那边，什么事情都不用想。习惯用平常心面对事情的志祥，一路走来并不觉得自己特别辛苦，他心疼的是儿子会面对的辛苦。不管是在感情方面，尤其感情不要谈啊，你会遭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是不是？我光想到人家觉得说他是怪物，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没有，但是看很多有这种倾向的孩子，但是在学校被人家霸凌啊，新闻都有啊，我就会投射在韩文身上啊，那心里会很不舍啦。对，我每三个礼拜要打一针，有可能会再调，就是看我整个的状态怎么样。我到现在打针还是会超级紧张。最大的变化大概就是声音变得比较低沉，然后比较磁性一点点。然后其他的话，其实可能就是
身体的肌肉或者形态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没有到差非常多，因为我现在走出去到外面，可能身高是一个硬伤吧，所以我蛮常会被还是会被叫小姐。有家人的支持，韩文更敢放心做自己，只是面对家人，他还是有一些顾忌，他会尽量避免在老家打针。之前也有拍过一个像纪录短片，他就拍我打针。据我爸转述，我没有在现场，我不知道。但是我爸说，我外婆看到我打针的那个画面的时候，他就流眼泪，就是他觉得有点心疼，为什么我要就是经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对他们来讲也会觉得不太舒服，或者会心疼或什么的，这样子一个过程，也会希望不要在我家人面前展现出来。韩文的女跨男之路还在进行式，今天全家要完成一项任务，纪念这个特别的回忆。等一下想要复刻一下我们的老照片，原本是想要找阿公阿婆，然后我们家三个人、五个人的这样子，啊，可是就没有找到，就是没有五个人都有的照片，然后就最多就四个人，所以我们就取最大的公约数，就牺牲爸爸，因为那张照片应该是爸爸拍的。他跟你不会跟人家人，哎呀，阿公，你知道今天要干嘛吗？啊，你知道他要干嘛吗？我不知道。他就知道要换衣服，赶快换一下。对，我上阿兰去楼上看。今天韩文一家要在阿婆家复刻他们的全家福，不过美珠忘了带白色衣服，在家翻箱倒柜了一阵子。你要短的是不是？就是背心啊，这个没有袖子。对啊。等一下要拍一样的姿势呢，你要切对，那你要讲很多笑话给我笑啊，阿婆在这边，阿婆要切蛋糕吗？我要切蛋，你切啦。没有你切啊，你坐在这边呢。为了彻底还原旧照，志祥还特别去买了一盒蛋糕。爸爸到妈妈的肩膀这边，是，对，要吗？洋气耶。我该摸，应该是不是蛋糕是在二堂的这一边，然后好了，快点，你不要笑，你快忍住，我笑你不能笑，好了没？好，很像，有没有像啊？这张比较像，像像，成功，成功，哦耶！照片中的韩文还没上小学，任务完成，全家在客厅吃蛋糕。志祥突然一阵感触，赋予这块蛋糕全新的意义，帮韩文庆祝他的新身份。他那时候赖给我们说他的性向的问题，也是差不多五六年，哦，十八岁啊。我们分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每次做爱玩的时候，我都会直接在床上大爆哭。我觉得我明明这么讨厌这个身体，这么讨厌我的器官，可是我却还透过这个器官去得到一些快感。踏上女跨男之路，韩文的感情生活会遇上什么状况呢？前女友又是怎么看待韩文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你为什么不大一就去寡妇？你的脸上有什么？大字。好不好玩？今天拜访的是跨男 Devon 邓韩文跟他的家人。谢龙美珠。妈妈美珠是幼儿园老师，幼保科毕业后就一直从事这份工作。孩子很天真。老师，我超级厉害。Annie。我老师很漂亮。哦哟。很好看，漂亮。谢谢。就每天听到这些很好听的话，这样子心情就好了。可是我觉得大人之间就会有一些勾心斗角啊什么的，我不喜欢。可能我自己就是很单纯的人，我就不喜欢这样子。韩文的跨性别身份使美珠带孩子的时候开始有了调整，她会尽量让孩子对性别有更多元的想法。
有小朋友讲说，林老师，你看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说他是，我不知道哎。他说他是女生，我说为什么？他说长头发。然后有一个小朋友讲说，不是，他是男生。他说他的衣服像男生的衣服。我说可是他是长头发耶。他说他忘记剪头发了。他说没有人短头发是女生。我说有啊，有人喜欢短头发很舒服的啊。他说没有，没有结果。就他还是坚持，这个就是男生。韩文不在中立的平日，美珠跟志祥吃得很简单，吃饭配电视是两人的日常。如果韩文的频道有更新，他们一定收看。会想，但是不会让他知道。就像他妈妈，他会说：“哎，你什么时候要回来？”这我从来都不说。其实他半年不回来，我也不会。心里会想，但是我不会去问他你为什么都不回来。我觉得这样会不关心呢，没有去问他，我觉得是一种不关心。他知道我们关心他，他都知道。知道是要表现出来，我觉得要表现出来，让他知道我们在关心他。就像冷，我讲说，哎，明天会冷哦，多穿一点。他会觉得这关心就是压力吗？好像是哈。其实他讲说有压力有什么，但是其实他嘴巴讲一讲。哎，那你还是用你的方式爱他就好了。我也是用我的方式爱他就好了。自己是受到贵圈争乱的邀请，然后参加了一个 podcaster 的交换礼物大会。但是我一个人开箱太无聊了，大家也知道我讲话就是很严肃，很不好听。我知道。Hey, 所以我就邀请了两个好朋友，然后我们三个人来一起。对韩文来说，经营社群平台跟 podcast， 除了分享更多自己整理过后的跨男相关资讯给别人，这也是他跟家人联系感情的方式。他们就是超级忠实的听众，他每一集都会准时的收听，所以他们会从我的 podcast 听到更多我平常不会跟他们讲的话。也许这件事情也会对于我们有更多理解，对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对。可能因为这样更 close 一点点，一点点。累计收视量第一名，100分。可以吗？分润可以给我吗？我如果我分到润，我一定会分给你。OK。问题就是我什么病都没有。OK。刘是韩文大学时期的女友。她在韩文女跨男的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平常在高雄做软体工程师的她，年底正好有事来台北。我以前会对于自己非常没有自信，虽然我觉得，或者说我知道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男生，可是我没有办法很自信的去跟别人说。然后她告诉我，应该要对自己可能更多一点的肯定。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认同有比较深的肯定，是因为她。如果要灵性一点的说法，对啊，我喜欢，就是我就是喜欢这个人，就是跟他是什么性别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是跨性别这个认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什么。你有想过要做一些功课，或是更了解要怎么样跟这个这样子族群的人相处？有啊，我知道之后我就开始逛跨版啊。真的？对啊。那你有逛出什么心得吗？就是大家好像都很难过。就是好像是一些很不快乐的人，所以我看起来是快乐的跨性别吗？对，你是快乐跨性别。没有，但就我所知，你可能在某些部分没有。还好，蛮快乐。可是后来就是我们分手之后，然后我才重新的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我对于自己的认同需要一直去依靠另外一个人，那是不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体或者我的状态还没有达到我自己理想的那个样子，所以才慢慢的思考说是不是荷尔蒙治疗会是我需要的东西。即使平常心看待韩文的跨性别认同，但两人交往时，刘对于荷尔蒙治疗是充满疑虑的。可能有很多刻板印象，算吗？就是我会觉得很害怕，就是他好像可能会。就是打荷尔蒙之后会变得一个人啊，而且我也没有自信，我可以在他打荷尔蒙，就是情绪有转变啊，或是他们说会有什么第二次青春期的时候，就是我可以
陪他走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对，所以那时候我是不支持。我们分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每次做爱玩的时候，我都会直接在床上大爆哭。我觉得我明明这么讨厌这个身体，这么讨厌我的器官，可是我却还透过这个器官去得到一些快感。那当然对他来讲也算是一种伤害。刘忍不住好奇，韩文现在的感情生活还顺遂吗？你有觉得困难吗？我觉得困难啊，那个潜在的市场变得很小啊。为何？因为我如果找异性恋女生的话，他们是觉得我又不是男生，就毕竟有一些他需要的东西我没有。但我如果找女同志的话，他们也是会觉得啊，你就不是女生。可是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限缩在这个框框里面？搞不好他们会就是先认识你以后，先喜欢上你，才会去想性别的事情啊。对啊，对啊，是有这个可能。但就是好了，最大的原因。可能只是我自己比较懒惰而已啊。确实，无法反驳。其实佛系交友的韩文这几年，除了在社群平台上积极分享跨性别大小事，和听众们交流，也担任同志咨询热线的志工，认识了许多圈内伙伴。去年底的跨性别游行是他第一次担任花车主持人。所以这样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一起站在街上，要走出来，我们要一起。游行里参与的人们开心地打扮自己，志祥跟美珠在里面显得有些突兀。他们也是唯一一组上台说话的跨爸妈。一点点没吓到，因为我周遭的朋友都会觉得跨性别或是同志就是跟性有关，就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就有点点不大舒服，就是会很担心。虽然会紧张，会那个，但是这是我们可以支持他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我可以让多一个人去了解他一点的话，那可能他就路就好走一点。韩，你去拿鹅肉好不好？8:30就开了，所以我现在去好了。今天是嘉宾上门的日子，志祥和美珠挤在厨房，看起来很有阵仗。平常吃就是以肉跟蛋白质跟青菜为主，淀粉就比较少了。可是我们今天有特别做煮饭这样子。快！要完美。不是这样讲就不好看呢、啊，然后就有白色。好了。殊不知其中有三道菜都是交给电锅料理，那么两人到底怎么分工呢？有一个人做菜是动口做菜，没有分工。他指挥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要有人壮壮胆呢、啊，错的话就两个人一起承担呢、啊，煮不好就两个都有责任、啊。为了今天这一餐饭，美珠已经紧张了一个礼拜。因为以前就会晚上看电视就会吃一些些的零食，但是这一个礼拜就不敢。为了瘦多少算多少，我觉得没什么效，可能时间太短了。这是烤鲑鱼，网络看来的，腌的味噌、优格跟清酒。你就吃看看了、哦。不一样，一样啦，要先吃啦。啊，现在如果味道不好了，好问题，不会不好，那就不会就好了。他们期待哪位嘉宾出现，一起吃顿饭呢？我觉得可能是思明帅，但照你的感觉，阿豹。我希望是德云石。觉得太大咖了，可能。没有空来，他来的都是不大咖。不是啦，超级紧张，头有一点晕。Oh my god， 好紧张！神秘嘉宾就要现身，下一段马上揭晓。超级紧张，头有一点晕。不会啊，没什么好紧张。希望是德云石，不可能会问到。又不是没见过大
讲的好像很常干，没有。Oh my god， 好紧张。哇哦！帅哦！好帅！哈哈哈哈哈！很气。好，小帅，谢谢，谢谢愿意答应。今天的来宾是演员施明帅。剧场出身的他，近年演出多部叫好叫座的电影跟剧集。去年他以公式温莎癌节目获得金钟主持人奖哦。然后其实是蛮开心的，因为平常也没有人会约我，就连工作的人我也平常不会，就是我有点难跟别人相处。我认识的同事朋友基本上没有跨性别的。然后其实也想要了解，就是自己也好，家人也好，就是怎么支持，对啊，就是那个心情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没有办法想象。这是妈妈的三色蛋，对对对对，还有厉害鲑鱼，跟毛豆虾仁，还有咸菜小鱼，对，这个我也常做，我第一次做。他说这一桌最难吃的就是那个，你今天我不要吃。这我也常做，这个你也常做。我演同学麦纳斯，每天都要吃一片。剧本有写啊，就是说这个导演老婆每天都会煎一片鲑鱼这样吃。啊，我跟我女朋友就是每天在家煎鲑鱼，在家煎，然后去片场。没有没有，就是生活中就稍微要带一点进来。啊，那个戏我们两个要吵架。啊，我就生活上也吵一下，练习吵架。我平常是本来就有在做菜，都是你在煮吗？然后我们两个是分工，都是一起煮，因为他怕喷嘛，油喷什么的，所以都是我在炒。然后洗碗就还是我洗。施明帅和女友朱芷莹的日常生活听起来有点宅，志祥忍不住好奇，公众人物出名的人。比较不爱到处逛这样子，我是不常跟人相处，这跟职业别没有关系，是我小时候就比较安静的那种个性，然后就比较不喜欢太热闹的地方啊，回家就是回家，然后比较不会出门这样。施明帅不爱出门，但是也会和手足轮流回外婆家煮饭，和美珠家四个兄弟姐妹一样。他以前外婆还活动还很方便的时候，都是他煮嘛。对。他现在都是我们这一代在煮了，都我啊，我表弟啊，然后表姐啊。那因为平常是我妈在照顾外婆，平常是我妈煮，所以我们回去就让她休息一下。对，然后我们自己带食材回去煮。我不是在暗示你以后这样。我刚刚我这一趴我先不应和。蛮好的。目前还在不想回家的阶段。这样很坏吗？很坏。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我去了亚维农，艺术节，然后演完戏我就很想回家。因为外公外婆年纪大了，那一年我好像27岁的时候，我就搬回去，在他们住的房子旁边租一间小房子，啊，才3500，因为乡下就是在那个万里海边那样。自认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跨性别者心境的施明帅，很好奇韩文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我是。男生的话，是我想要变男生，还是我觉得我是男生就是男生的？对我来讲，就是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是男生。我要从有点像是我出生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男生，只是在一个错的身体里面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讲是这样子，所以好像没有一个某一个 moment， 或是我觉得我想要变成某一种形象，而是我的出场设定就是这样。对我来讲，谈到性别。施明帅透露，自己小时候曾经因为非典型气质而被开玩笑。对啊，我小时候也被觉得不是那种典型男生。因为典型男生应该是小时候要往外冲啊，打球啊，干嘛。小时候大家也会觉得我是比较会说我娘娘腔了。哦，就有被这样说过。
因为我都是模范生啊，然后就是成绩好的那种，然后大家就觉得又安安静静的，嗯，反正那小时候就觉得你们这些人白痴，很赞哦，赞哦。不过施明帅谈起自己曾经在肢体碰触的瞬间被某一位男性演员好友给电到。我有一次啊，跟朋友看电影，然后看觉得很感动的时候，手就放在扶手上嘛，然后是个我很好的很多年的好兄弟朋友，手就碰到了，突然有一种哎呦痒痒的电到的感觉。木子怡他有时候他认识20年，他说他有时候你是女的我也可以不，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哦，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男生应该跟男生在一起，女生跟女生在一起比较简单，就是比较能够互相理解，真的可以理解，因为我完全无法理解女生在想什么。这样子我被我女朋友听到了，但他应该知道，也很了解我有这个困扰。他每天都很生气，爸会这样吗？反正你就是不要让我生气就对了。对啊，谁知道那个生气的点是什么？每天都不一样啊。还会传图，说只要生气一次就送一个什么包包，黄金造的包包，不是那个，就是有黄金做的小包包这样。就只要生气一次就送一只。你有送过吗？没有。我说那如果我生气的话，可不可以送我小跑车？黄金做的小跑车。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可以理解。在想什么？毕竟我也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就你至少跟他们相处，可以看到最原始的他们嘛。最原始的，对。在舞蹈系之前都是男女合班嘛，所以就会看到他们比较假的那一面。可是舞蹈系之后，因为直男很少，所以他们就不演了嘛，互相包装。就哦，原来女生也是蛮活泼的。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打破我对女生的想象，然后甚至不想要谈恋爱，就觉得女生好可怕，好可怕。可以跟男生谈恋爱？我没有想过可以跟男生谈恋爱，是因为生理上无法接受。我可能蛮爱干净，我觉得男生很臭。所以我跟我女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搞不好其实我是 lesbian。他还喜欢女生。施明帅家中的长辈性别观念很开放，对此他也有许多思考。念书的时候就要念一堆那个戏剧史嘛，所以说希腊罗马时代，然后你就发现说哇，希腊罗马的皇帝都是本来就是男女都可以，他在心理跟生理上是没有分别的。我们现在心里面的男女一夫一妻的这些观念，其实是不是人类一开始就长这样，它是演变而来的。现在有的规则是人自己定下来的，不代表它原来长这样。当你理解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比较放宽心，就是喜欢男生女生没差，只是有没有遇到你喜欢的人而已。就是目前也不排斥任何的可能性。不排斥啊，但是不要乱摸我。这不管男生女生，我都没有很喜欢被摸。那身体界限有问题，跟男生女生没关系。对对对，等一下，谢谢红茶，谢谢谢谢谢谢，干杯干杯干杯哦，字太多了。最近生活中很难看到帅哥，对啊，会吗？干嘛吃我？很可爱。爸妈都是很温柔、很温暖的人。当你是一个性别错置的孩子，可以在这么有爱的家庭长大，然后真算是幸运的事情。儿子非常勇敢的做这个决定，然后爸妈愿意支持，可是这个支持已经经过非常大的天人交战。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去问他们说，就是这个过程对他来说，他们会不会觉得很自责？然后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自责？
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也是长辈带大的这样子，就是他们家人的感情也是很紧密，就是觉得好像我们看的他那个脸型好像有一点好像很刚的那种形象，但是私底下也很蛮能聊的，他很亲切，而且他也蛮幽默的，他讲那个娘娘腔的事情让我觉得就是比较阴柔的那一面，让我觉得哎，其实不是每个人就是生下来是女生就一定是女生的样子，让我觉得韩寒吧，不是我的问题让他变成这样，就是他自己想要这样，然后就往他想要的方向走。有点小惊讶的点是，他说他自己也有一点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像女生的那种个性，就是我没有想过可能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很阳刚或是一个这样子的男生，可是他有这样子的气质跟特质，我觉得也是我蛮欣赏的一个部分。这样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是一个像算是在成为一个男生的路上，然后就会有一些因为像是有一个 model 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柔，然后是一个很帅，好像我没有办法成为，但就是他的个性，我觉得是我蛮喜欢的。我要买包包给你吗？今天还好不用。太阳天去海边。小时候老拳笑得多甜，长大后忙得没有时间，还多了沮丧的脸，人之间爱和怨填满了成长和所有思念，以为的幸福在晚餐之前，却悄悄地不告而别，谁能选择怎样的缘分，谁认真为自己点燃在孤单时分，还微笑地说要去爱，却趁现在爱爱爱爱爱爱，却趁现在。